好，那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我们今天是，请各位商榷伙伴，大家早安，早安。对，然后我们今天是请到了，就是，美农聚落的，他是在那边，然后把年轻人回教回来，然后就是再重新振兴美浓街区这样子。那想请我们就是请陈家宏先生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掌声欢迎他。喂，嗨，我站这边可以吗？我站这个角度是可以的，还是要站这边？好，他们规定我站这边，我比较习惯站右边，因为我是左撇子这样的。好，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哈，因为今天那个早上另外一个会议有点耽误到，因为我们即将在台南办活动啊，所以也今天也来跟大家宣传一下，这样好不好？好，那我是从高雄美浓过来的，那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其实是在谈比较，回到乡下比较务实的一面，就是说真的会还蛮辛苦的，就大家爸妈都会期待说，自己小朋友长大之后应该要去都市工作，有吗？就是说，至少稳定的薪水，正常的生活，上下班，然后有娶老婆、生小孩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哦。那其实我是高雄人，我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我跟大家一样，这个声音还不错，配乐。好，2019年的时候，其实我大学毕业刚过2年，2016年的时候，那我进入一家就是有点像是产业辅导公司，也是在市区工作，我就是高雄市区长大的小孩。对，那这件事情，我又开始接触到农村一些工作，比如像可能做像现在这样的事情，比如分享，然后帮协助农村做一些品牌辅导或者是包装设计，因为我本身是设计系的，对，刚好我读正修，对，那其实就是一路在都市长大，其实对农村也没什么印象，也觉得，都市才有工作啊，那农村可以做些什么哈，所以我做了2016年的时候，进到第一间公司的时候，开始做这样的产业的时候，发现其实农村有无限的可能性。那我在思考的一件事情是说，一个政府的计划专案到一个乡镇去的时候，它能不能带动地方的成长跟发展？大家觉得会吗？有计划的导入，有计划的钱投入之后，乡镇会变好，观光会不会变好？大家一定会觉得会吗？但不见得哦。对，所以我在2019年，我大概做了3年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我创业。2019年是不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家人就是疯了，是不是？不好好工作，然后你自己去创业这样，这一定是最现实的直觉，就是说，你疫情下你干嘛？去创业干嘛？你要做什么？你的收入怎么办？等那时候你知道，我人生借的第一笔钱，防疫纾困劳工贷款10万块。我就决定借那笔钱出来，开始做我第一份创业的工作，这样哈。所以我2019年的时候，我决定就是就是选择美容，也不是回到美容，因为我家乡不是美容，我只是选择到美容去做我现在是在做的这些工作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去蹲点跟发展那边的东西，才会比较有脉络去深耕到自己的品牌或者是未来城乡的发展这件事情哈。好，那我刚才讲了嘛，5年前我就是应征到其他公司，那开始做了很多农村的规划的旅程的工作，这样等等的。那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嘛，你看做了很多，有了包装设计，有了记者会，有了品牌视觉包装，有了空间改造这些等等，这些是不是在农村很常见？比如像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游客服务中心，就是慢慢的透过计划专案，慢慢的把它建制起来。类似像这样的工作，就在农村，台湾的农村无所不在。对，所以大家现在有去观光地点玩的地方啊，或者是你们觉得那些包装好像还不错，原则上不是店家自己去设计的，就是政府介入资源进去帮他们设计，所以才有这些这么好的伴手礼嘛，对不对？那这些能不能带来产值？是可以的，对啊，但是我觉得事在人为，就是说，今天我们有心政府有投入这件事情，那如果地方的产业或者是地方的品牌或创业者愿意持续深耕这个品牌的话，他才有灵魂，不然他永远都是一个骨干而已，这样没有有魂无体呀、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哈。好，直到我在顾问公司的时候经历了一个案子，我觉得这案子对我来说也是我人生的转捩点。那我们开始遇到地方创生这4个字，大家知道地方创生这4个字吗？
我跟你简单来讲，就是带回到乡下创造就业率，让年轻人可以到乡下工作。简单来讲是这样，因为少子化嘛，那大家都过度集中在都市。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比较好的转型就是，我们到乡下，我们创造了就业机会，让年轻人可以回来乡下工作，这样，或者是移动到乡镇工作。这件事情是我们的，我觉得最简单的解释方法是这样，不然你说地方创生很难解释，不好解释。但是我觉得最简单就是这样。那我遇到的就是六龟区，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帮六龟整合他们的地域的品牌、地方品牌。那六龟区大家有去过六龟吗？还觉得六龟印象是什么？温泉。温泉，嘿，还有吗？有什么？小吃？客家吧。客家，还有什么？来问一下新来的伙伴，六龟有什么？有去过吗？观光区。来，我跟你讲，六龟有什么，好不好？它很特别，它地形是狭长型的，所以就像这个地图一样狭长型。那它有很多非常多的一级、二级、三级的产业。那大家讲的温泉。芒果，你知道大家有吃过金黄芒果吗？金黄芒果就是六龟出来的，第一颗。嘿，那最重要的是它还有街区、老街这些历史故事。但是大家对它印象是什么？八八风灾，有没有？是不是很严重？那时候八八风灾的时候很严重，是，对，八八风灾等导致那边的产业整个就是宝完那边就断桥了嘛，对不对？大家还有印象吗？这是应该是我小时候的事情了，这样有没有？好吧，那时候其实碰到六龟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开始在谈地方的人、地方的产物、地方的景色，这些事情是什么？要怎么去整合？要怎么去把它塑造成一个地方的品牌？好，看似很完美的文宣跟人物的介绍，还有产业的盘点，大家觉得这个案例成不成功？我跟你讲，失败啊！因为到最后这个东西。他没有留在地方，这个就是我很困惑的一点。我花那么多时间投入到地方去，那我花了政府的资源去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些地方人为什么不用我们这些东西？大家猜一下为什么？后面没有人继续在。对，这可能是一个原因。还有吗？大家觉得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我跟你讲，有人可以经营，但是地方人接不接受你做的这些建议跟想法，不一定哦。好吧，这就是现在遇到的拉扯的状况，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到底地方能不能接受，能不能认同，那他能不能持续经营，这样这件事情很重要。那重要的原因，假设我今天做的再好，我就讲了嘛，他没有灵魂，他就不会有持续生根的可能性。所以这件事情我做完之后，我开始反省我的人生到底要不要再为了这些事情继续花我的时间啊，这样。但是我觉得，既然我这机会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应该是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切入地方乡镇的工作。好，那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了，我经历了三年的公共，我选择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去创业。那要创什么业？大家觉得一开始你什么都，你借了十万块，然后你就要到美容去，要做什么？大家不知道对不对？好。在切入的时候，我先问一下大家对于美容的印象是什么？来，大家有没有去过美容？伞。伞还有什么？布。布，花布还有吗？板条好吃。客家。对对。美容虎。没错，这些都是大家对于美容既定印象。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因为我从小到大去美容，去那些地方啊，美容民俗村，户外教学。这些等等，这些是我小时候的记忆。那我对美容的印象就是板条、客家、南山油纸伞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哈。就是说，大家对于它的印象是什么？但是美容能不能有不一样的一面，让大家知道说，到底客家是什么，板条是什么，南山是什么？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我们今天是在五米二嘛，那五米二除了那个阿伯很有名的，那个阿伯昆明伯嘛，哈，昆明伯他故事是什么？这件事情可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样好不好？好，那我开始去思考说我在美容可以做些什么事情。那一个不是客家人的子弟跑到客家庄去创业会遇到什么事情？大家猜一下。你只借来，我先问一下，你只借了十万块哦，三个月的薪水，
你要做些什么事情才能让自己有一些生存的本能？这样，找工作嘛，嘿，第一个，还有吗？大家猜一下，叫别人投资，谁会投资你？又借钱还会投资？对，好，那其实蹲点之后，其实发现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先好好了解这个地方到底在干嘛。对，你说找工作，我跟你讲很难，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那你只能去选择开创自己的新事业。好，那这是我蹲点后遇到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可能农村的地方的排他性，因为你到这个地方你什么人都不认识，那你无法找到地方的合作伙伴啊，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先跟他们培养感情？那你要怎么培养感情？后面会跟你讲的。好，那蹲点创业这件事情，我刚才讲嘛，你只有少少的钱，还刚好是疫情下劳工纾困贷款借来10万块，你就感觉好像只有3个月，你可以将士命薄，就是一生悬命的去做这样，好不好？就是你不成功变成了，你就要回到市区去找工作了，好不好？好，那地方的产业我刚才讲嘛，客家板条、南山油纸伞这些东西，你对它了不讲，其实我对它是不理解的，所以我就开始在梳理它可以做些什么。那地方组织就是地方有很多的协会、组织、关系人口这些等等的，你也要去了解说，哎，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那最后就是整合地方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挺辛苦，因为第一个是整合人呐、啊，我们都在处理人的事情，这样好不好？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解决人的事情。那所以你看，我刚才第一次我到美容，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开始去画地图，去找到我想要做的议题。就是题目很重要，你知道吗？就像有点写一个论文这样，题目很重要。你选择对的议题去做，那我们开始在发展，就是永安老街整个聚落的发展，就横跨三个里，美容有三个里，民荣、泰安、东门，这是我们目前主要工作的范围跟做的题目。这样，那美容有什么？可能我们老街里面有美容国小，那市役所，然后派出所。然后美容的旧桥这些等等的古迹，还有一些店家这些等等的，是我们最密集的街区会在这个位置。这样，那美容有什么物产？147米、白萝卜、萝卜、陈皮香番茄，大家有没有吃过？我跟你讲，下次要是来找我，好不好？我美容那个新鲜直送，非常的好吃。好，那我们做了这些调查之后，开始在思考说，那我们这个聚落可以做些什么？所以才有现在的网红。好，那我刚才跟大家讲嘛。你在地方上，你什么都不熟，什么都不认识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找大家来认识你嘛。所以你看，我们在客家的传统伙房的三合院，自己办了一场餐会，纯粹吃饭，有没有？但为什么要吃饭？大家知道吗？聚集大家，有没有？所以你看，我们在一场传统的伙房里面办了一场将近50人的餐会，那我们用了很多在地的食材，然后办了一场。第一次聚集大家，就是号召大家来认识我们，认识我这个人，跟大家讲说我要来美容做事了，大家可以找我合作，或者是跟我培养感情，这样有点像里长伯，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要选里长，好吧？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晚其实蛮感动的，就是说，我们自己花了钱，然后请大家来吃饭，然后剩下大家来共襄盛举，那甚至在一个小小的村庄，晚上哦，平日礼拜一个晚上，我本来想说来个50人，很多了嘛，没有，那边统计完签到表80个，吓死人。我们全部大概美容跟周边乡镇的人都有认识的都来了，这样，嘿，所以我们就号召大家来这场晚会交流互动，那甚至分享说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所以第一步关系人口跟地方的产业，是不是你就已经有稍微初步的认识了？对，所以透过这样的关系，我们开始建立关系人口。那这是我们后来帮大家拍的形象照，就是说透过参会，透过交流，然后开始认识了地方的产业，那也有更深的互动，有了你开始调查，有来美容开店的年轻人，有回来接家业的纸伞的二代，那甚至有传统百年的老店，那甚至还有回家开民宿，用黑胶开个民宿。这些等等，这些其实就是在我们美容的产业跟人口。那你说有没有年轻人？有啊，那不多，真的不多。但是这些人是要我们要把握的机会，对，所以我们就开始在跟他们建立很多的地方关系。好，那大家有没有去过老街？老街，全台湾老街，大家有没有去过？
就是一个商圈，有哈。哎，大家老街印象是什么？我还要再考一次大家。有很棒的建筑物，有很多店家，有很多古色古香的传统小吃。那全台湾老街大家逛的是不是都很类似？很类似哦。好，这是大家印象中的老街，就是台湾目前的老街。对，那大家有看过真实的美容老街吗？我三年前去的时候是这样。你要不要？大家如果看到这样，你要不要继续花10万块，然后继续投入在这个地方？这是真实的老街。我三年前第一次拍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非常的无法想象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地方。但是也因为这样啊，所以让大家知道说，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美容的长滨的老街。那客家事务发展委员会一直非常想要发展这条老街，那一直无法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们就开始思考说，那或许它就是变成我们最重要的议题，因为没有人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展下去？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老街就是一样，旁边这边是国小，还在整建，整建到你看我第三眼哦，它现在才修好。那旁边那边街屋店家也是几家，差不多4-5家而已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就很特别的地方。好，那我讲嘛，老街的议题也就是我们团队看到的危机，我自己那时候觉得说，这个题目是可以做的，那我就开始在发掘说，那我要怎么做？那我们只有单边的街屋，那这边是国小，那整条街又是主要的交通要道，所以很多车子会进来，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要怎么做。那我刚才讲了，旧桥在这里，旧个派出所在这里，所以这边是蛮丰富的。对，我们开始在思考说，那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好，那一样嘛，你有了参会交友，然后认识我了之后，大家找来开会啊，一样凝聚共识，到底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来，大家猜一下，一条老街可以做什么？不知道哈，如果店家不够的话，要怎么办？要找店家了嘛，对不对？那找店家以外还要做什么？布置整理环境，是不是街区很脏乱？这些等等的。好，对，就是在讲了，就讨论一下大家怎么去做这些事情。那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办活动的场域，第一次，印象来是一个废墟，它是一个没有屋顶的房子。那我们开始没有钱、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开始找了朋友来帮忙整理环境，拔草、捡石头，甚至布置这个场域。你看，没有屋顶，我还在想办法把它找屋顶出来。那地方街区的店家就开始合作，来，有没有布装？有布装嘛？来，去借布，我们去借布。那有没有木工师傅？有，我们去借椅子，什么东西都借来的，用最小的成本去做一场我们觉得可以做的活动。所以，因为这样的合作，才有了第一次的市集的诞生。这东西是非常难可对的，因为是大家一起合作完成。那我要讲的是说，场地我们大家一起布置的，帐篷是大家一起借来的，东西所有东西都是借来的。那店家是我们去拜托来的。来，第一次办活动的时候会遇到什么？你不知道有没有人吗？谁要来啊？谁要来摆摊啊？对不对？那我们是人，他就说，我们活动做得不错啊，那你们愿不愿意来支持我们这件事情？那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大家觉得，我们做的时间也蛮好的，就是在过年大家回乡的时候，对，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观光客而做，而是为了回家的子女而做，好吧，就是为了让他们看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甚至连同我亲自下去摆摊换赠品这些等等的，我除了要 hold 场，也要下去实质的下去做，而不是在那边指挥，这样好不好？所以我们在做了这样的工作之后，开始去遇到很多问题。来，大家第一次办活动办完之后，开始遇到问题要解决问题了。好，有没有？办完活动就开始了。来，居民交通怎么办？大家回乡要不要停车？是不是乡下都喜欢停家门口？对，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件事情。那街区是不是很多游客来的时候会乱停车？没有一个很棒的停车空间，就会导致交通阻塞。这样，那居民会不会排斥？会啊，因为说，我家门口，我家要进出啊，你怎么会在我前面摆摊？这些等等都是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哈。那最终就是店家还是依然不够多。那消费，我跟你讲，消费者真的没有很多，就是你只有一个小小的群众，那你怎么去规划说让大家可以吸引他而来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解决这样的问题跟状况。所以你看啊、哦，我觉得农村就是这样，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克服问题，就这样，很简单，这三段文字，但是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样，因为要花很多时间跟精力，你去投入，那你去用你的话术去沟通，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啊？好，所以我刚才讲了，遇到问题了嘛，那开始解决问题，以身作则，开始从我开始出发，开始带了很多非常多的去，我你知道。街区有人会反映说，哎，太吵杂还是怎样？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也都是这样啊，都是观光客、啊。那一次，如果假设你今天带了一群年轻人回来的时候，他就不是这么觉得，他就说，哎，这边是有希望的这样。所以，我们开始在导入大学生，开始导览街区，我自己带，那甚至到了每个店家去前面跟他讲说，哎，这些店家在卖什么？这些店家故事，开始去思考，他们就会去思考说，哎，那我怎么去做会比较好？好，甚至我自己去分享，像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也很开心。我们在做的事情，那跟大学生说，那未来他们有没有机会到我们这边来工作，或者是甚至就业这件事情是有机会的哈。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没有了大型的活动，但是我们从小型活动切入，让在地人知道说，欸，我们是很愿意做的。那大家愿不愿意支持我们？好，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开心，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也是被中小企业处看到，那中卫发展中心那边也协助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办公室。那我们那时候选了一个地点，那这是我第一间办公室，对，到现在我已经有了第二间了，这样。那时候其实有很有趣的是，我们在思考说，那这个空间我们既然有大学生会进来导览，会有来参访，那这个空间能不能变成一个美容的观光入口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思考，那我们怎么去切入这点，那甚至开发出我们自己的商品。好。所以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刚才一个很单调空间变成这样的空间，有没有开始有了很多人来这里开会讨论？那我们可以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事情？那有了自己的策展的车子，那后面这些都是展家那时候做的，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的墙面跟柜位，就可以介绍美容到底有哪些东西，有哪些人事物这样。所以开始发展这件事情，那甚至邀请老师来这里跟我们上课，我们自己也要上课。因为要内化一下嘛，总不能一直在做事，然后你都不吸收这样，好，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思考这个空间可以做些什么事情。那有了空间，那甚至有了我们自己的品牌，那策划在谈的这件事情，不是在谈板条客家跟三六之伞，因为我在谈人，属于客家的精神这件事情哈。你看啊，所以我们就发展我们自己的品牌，那甚至把大家带到台北去展售、展推广这样。那其实很有趣，那时候其实也因为有中企处的帮忙，所以其实发展也算蛮顺利的，所以才有现在我啊，不然我应该在都市工作的，好不好？好，那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这件事是对的，因为有了这个品牌，那我们开始推动品牌化这件事情。好，那现在我的粉丝专页就是美容居落这个品牌，那我们刚办完就是，也还没办完，这礼拜还要再办，就是我们的美容水俊的水俊鳗鱼艺术节。那这次我们跟日本人合作，其实也蛮不错的，这样。那大家这礼拜有机会可以再来逛一下，这样，好不好？那这个品牌我们开始定调，为什么会叫美容居落这个品牌？大家猜一下这个品牌图像有什么意思？看得出来吗？考考大家，文字图像上有什么特别含义吗？有没有看出什么端倪来？有米。有米。对，就是农美容米加农。合体起来的一个识别，那聚落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聚落。那为什么会叫米容呢？以前的旧地名叫米容，米另外一个米，对。那我们转化成米，那因为我们在谈地产地销这件事情，所以米一四七米其实在美容具有蛮大的代表性。所以那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品牌是有点像寻田水一块一块的田，把大家连在一起这样的概念，所以后来就长成这个样子了。有没有？那我们开始定调，就是我们要做青年的创业的事物，或青年的创业，或产业的脉络这件事情，是回到我们专业上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我从借了10万块开始在自己开发业务、创造活动，然后到找到自己的生存机会的时候，是不是历经了很久？有没有？对，但是这期间你开始定调自己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时候，你不用担心活不下去，你又活得非常好，这样好吧 ？OK， 好。
所以你看我们有个品牌之后，我回到来我没有做活动的时候，他也是思考说我接下来要办个活动应该要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就虽然我们是小型的市集活动，那我开始去思考，那我们用同一个木栈板让大家来摆摊，那大家商品是不是比较有规格化，也比较文青，也比较有质感，比较重点是要发展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帐篷有了收入之后开始在升级，也不是说我就钱收起来就不干了，这样开始投资升级。那我问大家一件事，桌子变小会发生什么事情？东西是会摆个比较少，是会摆个比较精致，那甚至他可以去想一下怎么去挂这些东西，有没有？当他开始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成功了，因为他再也不是摆摊了，好不好？就是这样，就小小的东西，小小的改变，让大家知道说，摆摊其实是很可以很不一样的。那甚至我们用了很鲜明的白色的阳伞，让看起来比较有质感。对，虽然小而美，那我们小而美怎么去做出街区的样貌？那空间也变大，因为没有帐篷了，桌子也变小了，所以大家走路也好走了，这样好不好？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思考。那甚至从单边的市集到封街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如果假设今天要封青瑶老街的话，应该非常的，我觉得非常辛苦啊，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说，这条街我要怎么去封，那让大家可以更舒服的在我们老街上面办理这样的大型的活动。所以这一场活动大概我们招募大概40家的品牌进来了，这样，然后封了一半的路，这样，那让大家可以在这个老街里面悠闲的散步，甚至逛街，小朋友可以在里面跑，都不会有车子。那时候其实动用就是去跟公所申请路权，那路权申请完之后，然后我们再交管下去。哎，大家其实是对于这样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因为没有车子，非常舒服，好不好？所以我们就在思考，那我们这个市集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大家去逛市集是就买东西，对不对？那我们市集有什么？可能我们有在地的表演团队，那甚至是体验课程，那甚至在地的导览，那在地的店家推出他们自己的车子出来卖东西，这件事情都是在地方可以呈现的。所以我们开始在想说，那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就变成一个大家可以来展售的地方。那透过这样连结，让我也认识更多的产业人，有独立书店，有果酱，有甚至来自做面包的种田功夫，那导览员，那甚至其他县市的品牌也都进来一起加入到我们。所以你看，我们一直滚动越来越大，这样。好，那你说除了办市集以外，那大家要不要进步？要嘛。那我们开始去思考说，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们是设计背景的，那我们是开始在思考说，大家来摆东西是要变得比较好看。那开始设计，从它的包装、视觉、文宣开始改变，因为他们有了觉得，我来这里卖东西是可以赚到钱的。那我不想要再卖50、60的东西了，那我要怎么提升？透过包装嘛，加值它嘛。那把自己的故事提倡出来，品牌提倡出来之后，就会去思考说，那我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很棒的文宣？有，那我们在做的文宣其实也很符合在地的产业的味道，不要脱离原本的样貌。所以大家看一下哦，我们做的文宣来复兴汉，大家知道在哪吗？纳马夏。No， 高雄另外一边，纳马夏另外一边，桃园。桃园的桃园区。桃园的复兴，大家有去过吗？现在港横通了嘛。最近先不要上去了，地震很危险。好，这个就是复兴汉，就是说我们当初在帮复兴里，那个为什么要叫复兴汉这件事情？复兴汉是不是很不好的词？对，但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它很正面？是因为来自高雄桃园的复兴里，那复兴里面有很多的农夫都是男生，而且是布农族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提上，就是有点像是游戏联盟一样，就是说，大家都有自己的识别人物，那甚至有一只土狗，这边可能看不出来，因为今天投影机的关系，那这里还有一只他们专属的土狗，布农族都会带着一只狗一起上山去务农，这样。那我们在谈爱育台湾原生种这件事情，把爱育这件事情把它变得更精致化，那爱育怎么生成这件事情，那我再考虑的大家一个问题，来，大家知道台湾山茶在哪里吗？山茶哦，康普茶。这个猜一下，大家在哪？大家有没有去过藤枝？有哈，六龟。但是其实它是在桃园，因为六龟跟桃园是连在一起的。那往上爬的时候，它就变桃园区。桃园区里面有藤枝，那这
那时候有个年轻人要回来做康普茶，因为他们家是种台湾原生山茶。台湾原生山茶跟现在的茶叶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台湾原生山茶会一直长，非常高，所以他们要攀树上去摘茶叶。但是当然现在有管理，所以不用攀了啦。这样嘿，所以那时候他在思考说，那我家的茶叶除了卖茶青以外，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他就用来发酵，作为一个康普茶。那甚至它的生产日历，大家有看过布隆族的板栗吗？有齁。那他把他的板栗做成他的生产日志，所以大家收到这份文宣的时候，他就看，很有布隆族的意象，甚至有他的生产过程。那我们用他们布隆族的图腾去做这样的元素，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到现在，这两个是他的那个，他们家的人，一个是他们家的那个爷爷跟奶奶，对吧？但画的比较年轻，然后现在甚至有他的表兄弟、表兄妹这些都要画进来，这样会变得比较可爱。所以他的口味都是用这样去设计的，哈。好，所以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就开始意识到，我设计家子之后，那又到市集又可以展售，那东西又变贵又好卖，这样，所以大家又开始注重什么形象，有没有？开始提倡，我在农村做的这些工作是可以非常骄傲的。而不是说，我好像在农村，好像就是因为没有工作，在都市活不下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开始提倡，就是大家的形象要做得很好。那我们每年大概会做十位去调查，就是高雄九乡镇里面有哪些物产跟人跟故事。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做这样的职人的拍摄。那有回来年轻人刚回来开餐厅的，甚至木工，还有做文创的，做甜点的，做果酱的。那果酱还去日本得了金奖比赛。冠军，这个我觉得都很难能可贵哦。所以很多的产业聚集在这里的时候，当他们注重他们的形象、包装、价值的时候，他们的灵魂是不是回来了？灵魂回来的时候，肉再补进来，有没有？它就完美了。好，所以你看哦，从回到初中我们做了形象之后，他们甚至把他们商品也优化了，把他们东西也摆个漂亮的。那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很简单一件事情，但是不是很难？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要跟你这样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开创，就是新的东西。那新的东西怎么去转化成现代的消费族群会接受的东西，这很重要。那甚至不要让他觉得，啊，你就是在农村就是做这样而已，就是这种感觉。这样，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实现这件事情。好，甚至到市集、到摆摊、到创业这件事情也很有趣。所以我们。去年度也是在疫情很辛苦的情况，那这间店还活着，大家可以去光顾，非常的好吃。那这间店我们是跟一家精酿啤酒店合作，他们家是自己生产精酿啤酒的。那我们就在老街里面帮他们找一个空间，那可以开创，就是那美容除了板条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倡？来哦，提示一个，跟发酵有关。酒，刚才讲了酒，还有什么？如果要喝酒，要吃东西吧。对，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来，我们就开始很多开发很多腌制的东西来。大家有没有做腌梅子、腌酸菜、腌萝卜丝这些等等？就是我们在提倡客家的制物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把这间店定义成发酵的店，好不好？然后它叫发酵。那除了卖啤酒以外，我们把空间打造成就是不是只有吃板条而已，而是可以吃一个很客制化在地味道的客家客制的菜单。等一下，吃到都是腌制品，但腌制品能不能吃得很健康？可以啊，好不好？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地方上努力做这件事情。那有了这个空间，你知道吗？我以后吃饭不用担心了，你知道吗？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我又很担心说，我每天都要去餐厅吃饭，你知道吗？然后不可能每天这样吃啊，所以就地方上没有，那我们来开发。所以我们每天中午我们都会在这里报到吃我们的午餐，平日没有人的时候。对啊，假日刚才不会，假日他们很忙，这样好不好？所以我们有啤酒可以喝，有餐可以吃，那有聚会的场所了，大家又可以互动交流聊天。好，那所以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哈。好 ，OK， 可以。那很有趣，就这样经过了将近快，其实大家的通鉴也是第二年在做的事情。那做了这么久之后，我们开始在思考说，那我们老街刚才空空荡荡的老街，现在是丰富的老街了，有没有？那
我们有了自己四级的品牌叫阳光小事，那我们口号是自己的街自己造。为什么要有这个口号呢？因为我们不想要跟别的老街地方一样啊。我们透过自己的招商募集，那甚至招了很多年轻人进来参与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啊，我原本是封一半个街区，要甚至到年底的时候办了一场这么大型活动，大家猜一下有几家了？全部都收费制哦，没有免费哦，不是免费参与哦。90家品牌进来到我们老街里面了，有没有？就是吸引了很多，比如像台南、高雄、屏东的品牌一起进到这里，那把这个市集这件事情当成很就是地方的一回事，这样。那我们从这样开始，有了我们的视觉，第一个我们的三角形，我们整体的视觉，甚至地方的产业还是在跟着我们，有没有？完全没有脱离。那甚至有更多的品牌康普彩也展示出来，那地方的人，重点是我觉得一件事，地方的人有没有参与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你今天是以观光客为导向的时候，不见得大家会认同这件事情，但是当地方人愿意出来逛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就成功了。然后因为通常农村活动都是从早到晚嘛，对不对？就是早上从10点开始，然后到下午3-4点结束。没有，我们都逆向思考，我们都是下午开始，然后到晚上7-8点这样。对，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希望打造这个氛围的在地人来参与。好，好。所以我们定掉我们的市级品牌这件事情叫阳光小事。那为什么会叫阳光小事？因为我们希望它是美容最重要的小事，有没有？小事我们其实就一直在地方深耕，很坚持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到好，那大家有看到，那我们就变成地方的欧好。那地方欧好的时候，地方人来参与，这才有意义啊。所以其实到现在，其实我们发现我们的客群还是大部分来自美容乡镇的乡亲，只要我们要办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逛。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感动的。那甚至观光客也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又进来，所以就会带了更多人进来。好，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封街办的市集，那非常的惊人，我也是吓到。就是说我们用了这场活动，那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宣告大家说，哎，我们接下来是真的要做这件事情了，这样好不好？那非常的多人啊，声音够大吧 ？OK 啊、哦，可能那个线上的可能比较没声音啊。YouTube 查到吗 ？YouTube 有，我们粉丝专页都有，嘿。那其实你看，我们就是一样鲜明两排，让大家很悠闲的在老街上散步。然后我们有了体验课程，甚至有了地方的店家一起来参与，那地方的植物达人这些等等，都是变成他们很棒的展售的场域。这样，就是不再只是卖农特产这件事情，好不好？农村不一定只卖农特产，但是它有很多的产业结合在这个场域里面，这样。那我们一路弄到晚上，我们就是下午开始，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市集都是下午开始到晚上这样。对，那其实是小小的一个活动，但是其实我们花费非常多的时间跟底蕴在酝酿，而不是说我一次就做这么多，没有，这都是大家用了快1年的时间才成就这样的市集活动。那到现在，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我们开始挖掘美容的日常地级，我们有办活动的量能了，有这些号召的量能了，那我们怎么在挖掘更多美容不一样的地方，去做一些新的尝试，这样，嘿，帮我注意一下时间，我很怕讲过头，这样，好 ，OK， 好，那讲太快也不行哈，对不对？好 ，OK， 对，好，所以我们开始在思考，来，大家猜一下这边是美容的哪里？最近很夯哦，陈其迈有趣哦。好，这也是美容的水郡，就是其实灌溉用水的地方。那其实它这条水郡很清水，大家会觉得很舒服的地方。这样好，那美容有个东西叫飘飘河。那其实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美容的水郡。那大家可以坐着轮胎从上面一直飘飘飘飘下来，
这样，这就是美容的飘飘盒，这样，嘿，对，那透过这样的日常地景，开始在想，哎，我们能不能运用这条水来做些什么事情，这样，好不好？好，所以你看哦，很有趣的，我去找社区开会，发现一件事情，大家有发现有什么症结点吗？有没有很奇怪的地方？有没有全部都？我阿姨阿伯这样有没有？有没有啊？之后我一个年轻人在那里，然后拿一个新的视觉，然后说：“哎、欸，接下来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这样有没有？这就是社区的现况啊，好不好？所以很有趣，我们就开始在想说：“哎、欸，啊，社区现在变这样，那我们怎么去思考转化这个地方，让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是有活力的？你知道吗？活力，对。那社区很常都会在做地方的长照系统或者是照护中心。”然后是一个提供老人家关怀的地方，就是说，哎，大家可以聚会聊天啊，做一些事情这样。所以社区的组织是这样。那社区有没有在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好，所以再开始。开始在想说，那美容水郡可以玩些什么？所以我们开始在挖掘地方的闲置空间，开始改造、整理墙面。甚至在谈这条水的故事，跟做什么事情这样。那其实很日常的地景，让大家知道说，哎、欸，其实美容有一个很棒的水。那这是我们的那时候第二年做的艺术节的形象影片。那时候其实我们做一个很新的尝试，就把艺术导入社区这件事情。好，那做这件事情，你看我们开始在谈，你看有没有这么多人？来，这是我们办。去年办的活动，我们开始在谈美容的艺术夏季有什么可以玩，除了秋冬很丰富的农产品，那我们夏季可以谈什么水跟玩水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把它谈成就是美容水郡蔓延艺术节。那我们的艺术节很不一样，就是在这条水郡上呈现，这样。那两旁就是我们的市集的活动，那我们谈的不是市集，我谈的是这个地方的故事，这样。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哎、欸，我们除了艺术节导入，甚至地景的呼吁计划，甚至到整个水的美学的呈现，这些事情是我们一直在地方上提倡的。好，所以你看，非常的多人，从下午到晚上，那甚至这个业绩，大家猜一下，业绩当天可以一个摊位哦，吃的，他可以做多少钱？大家猜一下，非常，我没有想过美容可以这么多人这样。那一个品牌可以至少10000块以上一天哦，好不好？所以你看，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说市集是可以举办的，甚至可以带动地方经济的？好，所以当创造这么多人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嗯，我们已经把这条剧变得很别人的不寻常了，你知道吗？大家来到这里是一个很美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第一点做的，很小型的实验，只是把它点灯点亮。甚至把市集导入而已，它就变成很不一样的地景。那到今年第三年，我们跟日本美容和纸的工艺师傅合作，那照片还没整理到上来，因为还在举办中嘛。那我们就会思考说，哎、欸，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这个节庆跟国际交流？所以你看，我们今年还邀请在疫情下邀请日本职人来到我们美容现场展售他们的东西，甚至做了灯这样哈。所以很有趣的这件事情变成。帮我按一下中间那个，不是那个 ，OK， 这是我们第二年办的活动的记录，这样，很有趣。下着大雨，大家临死不退，结果真的迎来了一波非常多人潮，这样。就我们希望农村变成一个是非常棒的场域，让大家知道说，哎、欸，其实农村是非常好玩、非常精致，甚至有。表演年轻人导入这件事情，对，那非常多的两排的市集，到这礼拜还有，大家如果想要来，真的非常的欢迎大家来，好不好？那我们拉了一些灯，布置了一些场域，那甚至更多的地方的那个民众来在参与这样，对。那各式各样的轻食、食物这些等等的，都会在聚集在我们的市集里面，其实很有趣。我们今年大概120家品牌，对，整个场域都是市集这样。然后我希望提倡有大家可以来这里散步的机会，这样你看，晚上非常的漂亮。今年不是这样啊，今年是换个这样。好，
OK， 那我们做这些事情哦，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一直不是到最后，其实大家都问我们说：“哎，你们是办市集的公司吗？”其实不是，好不好？那但是我觉得市集带来一个小镇的改变，其实很多啊。第一个，我们开始有了青年人口的回乡返乡创业这件事情，开始透过市集展售他们的东西，有了金流。那有了，甚至他们会思考说：“哎，那我能不能做一些上课内训的课程？”那我们开始邀请很多讲师、地方的业者，那甚至我们跟香港的书店铜锣湾书店的林鸿基老板办了一场讲座，啊，那个是林非凡，这样那时候其实在抗议就是民主这件事情，那也做了很多平日可以做的事情，比如哎平日没有市集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办一些体验课程让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甚至我们把第一次办的餐会变成我们的商业模式，办在一个民宿里面，变成专属贵宾客人的客制化菜单，对，就是餐会的方式去进行，所以。我们通过这样就是觉得一个活动或者一个团队的进入，它实实在在扎根在这里，其实是可以带给一个小镇很大的改变的。好，那这就是我们之前第一团队伙伴，那现在其实我有五个伙伴都在每五个办公室，他们今天也在忙其他的事情。好，那甚至开始越来越多人加入我们，那我们今年也招募了，要准备再招募一个新人进来这样，所以很多伙伴就是开始在思考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的市集是有点像是依照不同的节气、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场域，变成美容最有魅力的市集。好，大家有没有看一下？这是在美容湖办的，这是很今年今年办的四月疫情爆发前就办了一场市集。那后面其实就是我们的美容湖，那我们美容湖下面前面就有市集，那大家可以来这里野餐。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号召大家来重新认识这个地景环境。好，甚至到了灯会。我们今天又办了高雄的美容灯区的灯会，那我们把美容的工艺这件事情变成大家回乡感受，不只是只有回乡做这件事情，而是说，透过回乡感受到自己家乡的改变，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今年我觉得算是蛮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们透过不一样的灯节的创作，把美容的工艺、纸伞跟竹编，甚至地景这件事情融入到我们灯节里面，来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其实不只是找在地的，我们找外部的专业的师傅来合作，那设计我们设计，那制作师傅来制作这样。好，刚才谈说为什么要做这个竹灯，美容的黄蝶很有名，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竹灯是打灯的时候它是一个蝴蝶的翅膀这样，而不是很具象一只蝴蝶在那边这样。那甚至旗山的竹编师傅，那我们去编织那个旧桥上的灯饰，打造一个有点比较像日本的感觉，但是其实它不是日本，它就是台湾这样。那甚至地方的纸伞工艺，这件事情，把它每把伞都变成我们灯饰这样。看一下几把伞，一条街区有300只，一只这样绑上去，有没有很辛苦？要做出这种事情，只有热情的人才能做出来，好不好？好 ，OK， 好，很有趣哈。好，所以这五其实深耕到现在大概三到五年的时间，因为实际上我只算大概创业3年的时间，那实质上我在美容大概5年的时间。我们开始从工作室出发，然后甚至有品牌，有市集品牌。到今年，我们其实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以后去美容记得来找我。就是我们承租了美容的第一间烟叶辅导站。为什么叫烟叶辅导站？大家后面会介绍。所以我们今年又成立了新的品牌，烟事务所，里面将汇集8家店，让大家可以来这里观光。那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刚才在讲的，从第一张原始的地图到最后的空照图，那规划整个聚落的发展跟想象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好，那美容烟叶辅导站这件事情对于美容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以前收烟叶的时候，大家是透过烟叶产业这件事情富裕的，所以很多的人才等等都是从烟叶出来的，烟叶时代收烟叶。但是到了加入联合国之后，烟叶就不再有价值性了，因为就进口了嘛，这样，所以烟叶辅导站就开始有没落。那到了
我们进场的时候，其实它刚好正在修复，我不知道是怎样。三年前我进去的时候，它刚开始修，三年后没想到我把它租了下来，有没有很意外？我也自己也很意外，而且我觉得不是我去找他的，因为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在修理，而是他自己来找我的。这样，嘿，就是某一天的契机，就是公主来问我们说，你们想不想承租烟厂，做一些开创新的事业？我说，我们还在思考一下，这样，嘿，那我觉得确实是需要，那甚至这个地方已经变成我们的办公室了，这样。好，那我们就义无反顾把它租下来，大概才我们大概要租5年啊，但我们看一个10年再规划，这样好不好？所以我们希望它定调成一个美容一个很棒的未来的地标。那我们的烟事务所，大家猜一下，我每次都很想跟大家猜一下，这个视觉代表什么意义？来，这个就是我们烟叶的形状，这样有没有？那烟就是烟草，烟叶。那事就是这事很不一样，绅士的事。因为烟叶，所以有了很多的人才，那我们就可以培育地方的物产。那所在地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地方开始带动美容未来10年的发展，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谈的不是观光客这件事情，而是精致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就是一直在开创。其实我们公司目前的主轴就是展创育。就这些事情是开始符合就是永续发展的概念，然后去有很商业模式化的经营，因为有商业，所以你才可以养人，你才可以有员工，才可以创造就业机会，这样。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重新认识一下美容。有没有比较年轻的感觉？我现在有比较老吗？我跟你讲，这是在3年前的我啦。这样，就是其实我们在这聚会已经耕耘大概3年的时间啊。其实你说有没有改变，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带动就是美容不一样的印象这件事情。好，那我觉得我们团队其实还有目前走到现在，其实都一直始终有一句话。都会想要跟大家说，就是现在的事正在发生，就是说我今天其实这个品牌我做出来了，我没有经营或者是我没有在做了，其实它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图而已，这样。但是如果假设我今天一直经营它，它会长出什么样貌我不知道，但是它一定会发生很多联动的效益，或者是平行时空下一定会发生很多的好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待农村，不论是在农村做经营或者是在做规划的，我们其实都要用一个很正向的态度去面对所有事情，因为很多
负面的心情都会来，但是你怎么去迎刃化解它，那这件事情是我们团队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好，就是很正向去看看大家在做这些事情。那我今天其实来要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其实也不是说为了说我们做的多厉害还是怎样，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们一直在地方上努力，那我们需要被看见，那大家今天有被看见，那有帮我们宣传，对我们来说是加分，是，对，那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持续就是创造新的东西让大家来看，甚至来玩，甚至来认识美容这件事情很重要。好，所以其实最后，其实如果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我们最新的消息还是什么，其实粉丝专页都会随时放。我们一，你知道我们在发文的机频率是多长吗？我们大概一个礼拜会有4篇在谈美容这件事情，甚至我们做的接下来的活动，或者是我们接下来11月12号会在台湾美术馆2馆办了一个总成果展，其实也蛮有趣的。那是汇集了高雄、屏东、台南、澎湖、金门这5大区域的农村的一些故事，会在美术馆做策展，这样嘿，所以其实很有趣。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在农村工作其实不错，时间自由，工作弹性，然后又可以自己当老板，这样有沒有，不要当老板，拜托，奉劝小朋友先好好在都市工作，这样没有啊。但是其实如果假设这件事情是小朋友喜欢的，或者是年轻人喜欢想要做的，那应该要鼓励他们回到乡下去发展，因为坦白说，乡下零到一这个阶段比较容易，但是1到2的时候会比较辛苦，这样所以 这是很现实的一面。那我们现在可以有了团队，有了伙伴，是因为我们也我们量也够，可以做一些其他案子，那甚至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好，所以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不好意思早上还有点稍微迟到，希望今天有带给大家不一样美容的想象，谢谢。好，对，你先不用走，请留步。对，好，各位大家好，我们刚刚就是陈先生有分享了很多很多关于就是美农的部分。那因为我觉得在老街街区的经营，其实跟商圈会遇到的困境应该很类似，就例如说一样要召集店家参与，那我们一样要透过就是办理一些活动啊，或者是市集来活络这个商圈。所以刚就是听了那么多，就是米农聚落怎么样就是去活络啊，然后还有透过就是可能陈先生他带一些年轻人回去街区，然后做一些营造，然后活络起来这样。那有没有现场有没有人想要就是问问题 QA？ 因为毕竟他也是从高雄开车上来。想说现场有没有人想要问问看，就是问题，自己在经营商圈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今天有业者来吗？今天都是商圈的人，的对，我们有就是来自台北的台北公馆啊，然后还有就是甲仙啊、斗南啊，还有清光，对对对，我们有就是来自不同地方商圈的人这样。好，有人想要问问题吗？就是好。来，那个等一下哦，麦克风。够，声音够大。好。好。你好，我是那个甲仙啊，哈。甲仙，很近哎。是很有心有戚戚焉的，因为距离都蛮远的。那我因为我刚看到您在过程里面，你有一个展示品，你有一个设计的产品是负心汉。那我对它是有敏感的，是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了，而且是对这个这个品牌哇，真的是蛮有那个的。那我想你在过程里面，你应该找到很多有连接点，包含是说很多的，包含政府资源等之类的，去提供做一个这种不同的加成。那因为负心汉这个。我在其他学校上面好像有看到这个名字，那是不是您这部分好像跟其他学校或什么其他的单位有去做个合作？嗯，他说是这样怎么夸奖的？而且不好意思说明一下，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校的老师，那我自己对地方创生是还蛮有兴趣的。那是不是说这部分也可以就是有你这样的经验，实际上对我们学校的学生或对一些年轻人是很正面的，大概如此啦哈。以上谢谢。我先回答一下，负心汉那个品牌其实我们现在都是移交给那个高雄桃园区的负心汉爱育合作社，他
他们现在在经营的。对，其实我们就是帮那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在合作社还没成立之前，其实我们团队一直在跟他们密切的联络合作，那甚至帮他们去争取了，就是比如像原民部会的计划，帮他们产生了这个品牌。那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说我们一直把这个品牌留在自己身边，而是说希望他可以交给一个组织去一直开发它，甚至去推广它。所以我觉得到现在我很感动的是他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而是延续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哎、欸、我做完结果他们就放在仓库里面那就没用了这样。嘿，这部分有没有跟一些其他学校就是 USR 计划等我听合作社那边讲说他们有跟正修的 USR 合作这样。嘿，所以是有在推广这件事情的。对，郑修老师，对，郑修的 USR 这样。嘿，对，那其实我觉得也 OK，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棒的。那我觉得视觉做出来就是要一直用，而不是说一直改变它这样。嘿，一直，有机会的话，就是请来我们多指教。哎，我也是郑修的学生呢。好，那第二点是说，刚才有讲到学校合作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个很新的尝试，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场域，有了在谈烟叶这件事情，那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教案或教材这件事情是可以导到学校，所以美容国小的老师现在也都有来找我们，就是说，哎，很主任他有一系列的乡土的课程，那他想要希望可以认识美容这些产业或者是这些地方的职人，那我们就会导我们场域来，请他们来分享，因为我们就是认识这些地方的青年嘛，那他们就不用再去另外挖掘。那我觉得上次我觉得在跟大家分享很有趣的一件，我上次去一个国小分享。大家猜一下，一个班几个人？一个班哦，国小。哦，你们都太高估美容了。没有。六个。我去的时候，我说：“哎、欸，这些是资优生吗？怎么会今天坐在这里六个？然后听我分享这样。”他说：“没有，现在一个年级就六个人而已这样。”六个哦，你不觉得很可怕吗？不是，你说或许大家在都市都没有感受到这点的严重性，但是我们在农村就发现这个落差非常大。我以前那个年代，一个班十个，一个年级十个班，每班都还有四十个人哎。对，为什么现在一个班只有六个而已？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政府要去面对的，也是要去解决。那城乡问题永远都会存在，它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解决。但是我们能做有限嘛？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地方的单位，一个地方的组织这样。对，那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携手合作解决这个困境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在城乡的落差会比较大一点。对，一个班六个。你看到就觉得有点难过呢，哎呀，好不好？那小朋友在乡下长大，我觉得不是用坏事，但是一定要到市区经历一些工作经历回来乡下，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而不是说一味将留在乡下。哎、欸，留在乡下，说实在要干嘛？大家也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啊，这样嘿。但是我觉得机会是自己创造的，这样。所以当他们有都市的工作经验之后，回到乡镇来，他们比较好发挥。这是我的经验，而且也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机会成功。这样，哎，好，不知道有没有回答老师的问题？有哈，好。好、哦、那还有人想要提问吗？就是跟我们陈先生做一个交流。没人要问负面的，这些都正向的。什么都可以问，什么都可以问。对，好，那我们请那个。好，那嘉宏，我想问你一个。几个问题，有点是初衷的问题。当初谁给你这个勇气让你踏进去这个地方？然后你怎么去跟这些利害关系人沟通、打交道？甚至是地方上一定会有不同的团体嘛？你们是怎么做互相磨合，或者是有没有撕破脸之类的？这个磨合上的问题，对对对。这个还没有很尬，这样。好，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当初很幸运的是，我进去的时候其实刚好有遇到一个美容的青年，他是务农的农夫哦。对，我现在还是要推广一下，他叫小龙时代，他自己的品牌叫小龙时代。对，然后他种的玉米笋非常好吃，你只要吃过他的玉米笋，你就不会再去买全年的玉米笋了。我每次都跟他这样推广哈。那我觉得刚初我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因为我不是客家人，那但是他是客家人，那他也想做出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两个就有点像是彼此的合作关系，但是没有利益上的交换，我没有付他钱，他也没有付我钱，但是我们就是在很多的事情上有了合作跟帮忙。那到现在我可以付他薪水了，这样。那我们现在还是一样一直在做地方的事务，那甚至他今年要出来选里长了，
有没有很不可思议？有没有三眼哦？刚好三眼这样，好不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他有的地方的引路人，他帮助我去解决地方上的一些组织的问题。那甚至有一些负面的能量的时候，他会跟我说，所以我会很跟他讲说，哎、欸，没关系，反正就是他们讲是他们去讲，没关系。那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那我们创造我们不一样的效益给大家看，这样。那我觉得地方的组织合不合作是一件事情，因为每个组织的成立宗旨目标都不一样，要做的议题也不一样。像我很 focus 在青年跟产业跟设计这件事情，但是协会可能不一定，协会可能有，欸、他可能要照顾老人关怀、长照这些等等，或者是商圈可能以产业、商圈的活络为主要。所以其实你看要做的议题不一样，但是能不能在平行时空上合作，那是有可能的。但是要不要合作也要看大家有没有敞开心胸。我跟你讲，有我们在美容蹲点这么久，那我们也很有能量。那我们有很多很想要跟我们合作社区，可能不是美容，可能是别的县市的。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很蛮妙的，就是别的社区或者是别的地方的单位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他们想要做，那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就来找我们。但是美容的组织，我们也是很 open 啊，但是他们要不要找我们比较保持就是开放式的，如果他们有需求还是什么，我们就会让他们来跟我们合作，甚至跟他们谈合作这样。但是有时候大家彼此知道美容其实是一个人才聚集的地方，重症啊，你知道吗？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思想跟意志，不会轮过是谁要当老大这件事情这样。嘿，所以我们地方上我们其实也不是当老大，我们只是在做好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发展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我们甚至透过这样去跟外部连接，到别的乡镇，比如像六龟，比如像可能旗山，甚至到纳马夏、桃园这些等等的，这些我们都很愿意做。所以我们不是只有看美容这个地方，我们在高雄做是看整个高雄的九个乡镇，希望可以看有一些合作机会这样。嘿，好。好，等一下，还有人想要问问题吗？哦，老师，老师想要再提问一下，我们同乡，来来来来，稍等。对不起，大家吃饭，大家吃饭，因为我这样被延误了。不会，没有了。我只是，一分钟就好了。我真的是很感动啊，因为我本身在做USA计划，当你的提问提到说你怎么跟地方组织有些连接的时候，事实上，因为我们是老师，我们可能有一些管道，或是有一些可能身份上的一个优势，去跟他们谈的时候，容易拿到这样的一个连接。可是他是以这样的一个，就进来10万块，然后去把它这样建立起来，我真的是真的很佩服。哎，有这样，我们有这样的学生也真的是非常我们骄傲。好，讲完了，好。其实我觉得在乡镇做这些事情真的不是这么简单啊！我觉得负面的东西其实大过于你大家今天看到的东西，这只是我们现在表象呈现出来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成果。但是背后其实我们也是遇到很多负面的能量，但是我觉得负面能量这件事情可以驱使你内心强大，这样好不好？所以在做不论是今天改的是商圈组织的干部或者是伙伴，我觉得大家如果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那你们就做下去吧，不要想太多，因为不会有人都满意的，这样。嘿，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迎合别人而做这件事情，而是发自内心想要做完这件事情，这样。嘿，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这个想法去改变自己的商圈或者是未来的组织，这样。好，好，那还有吗？哦，还有。哪位贵宾想问问题吗？好好，我们请等一下，稍等一下哦。好，你说。对，我们你们年轻人怎么聚集起来？我们台北都没有年轻人，都不出来，都是老人出来。我也想问问，商圈会遇到类似的困境？应该这么说，年轻人怎么聚集哦？其实我们也是，慢慢的办了一些活动，开始让他们聚集。就是说，原本其实大家都知道彼此。但是可能就是彼此知道彼此而已，他们没有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交友空间可以互动。那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就是市集，大家来这里的时候可以互动交友。那甚至我们有偶尔晚上还会聚的会，就是那大家可能来这里分享一些他们的故事或者是他们创业精神，这样。嘿，所以就是透过很多的聚会交友互动，而不是带他们出去玩吃饭这样，不是，而是说大家
那个想要来这里分享他自己的故事，或者是他们想要来这里交友，认识一些别的产业人，能不能产生一些互动连结？那我觉得这件事是有一个人需要出来做的。所以像我们在那边就是做这样的角色，所以可能每个月可能一个晚上，或者是我们办活动的时候大家聚会聊天了解。其实办活动这件事情我都不会觉得是办活动，办活动是让我更了解他们接下来一二年后的规划，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我们有没有地方可以协议他们去完成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年轻人这件事情不是没有，真的要去玩啊！当然台北应该蛮多年轻的、啊，商圈嘛，商圈比较，商圈其实现在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我现在也在观察我们那个美容那边的商圈，就是组织怎么去改变。其实大家我觉得哈，都是经历过那种就是很丰富的时代，就是算是钱很好赚的时代吧。我觉得就是都有经历。对，一定都会有，这个一定会有。当然，你看我已经成长到一定的知名度，我就不需要。但是，我觉得应该逆向思考，说，哎，为什么我们会去变成比较没有生意的那一方去思考？那我要怎么去转型转化？那我愿不愿意再投资我自己的心意？比如像，哎，我讲一个例子，可能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小朋友回来接班？那甚至把家里的事业转型？这件事情你们愿不愿意放手让小朋友做，那小朋友愿不愿意做，对不对？这件事情可以去思考，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这样，但是或许可以从自己还有余力可以做的时候要去改变一些事情。比如我都会很期待说，哎，美容的板条店做二三十年，一碗还是60块，然后卖客家小肠，那原本有一间比较漂亮干净的店，它是专门卖板条，那几道菜就好，那几道菜就很厉害，那我一碗板条可以卖70-80，或是80-90。但是真的就是慕名而来，就是为了他而来这件事情，我都还在想这件事情。对，但是我还没办法做，因为我现在在用营业辅导站。那我会期待我的营业辅导站它变成一个小型的聚落，那它有8间店，那8间店都很强，它就可以自带吸引客人的确定，就是我还没有，我就是要到这个地标，这样。所以我们在做的就一直在宣传，哎，美容营业辅导站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那招商怎么进驻，怎么规划？那商圈也是一样啊，商圈市场机制嘛。那你要来开店，那你要加入商圈，那你们一定有筛选机制，那甚至你们要怎么去转型优化，都可以透过一些中企处的帮忙，或者是一些政府资源帮忙，一定有。但是，请好好做，就是你们做这件事情，你不要想着说我是为了钱而做，我是为了让我这家店可以一直持续性经营下去做，对不对？你有稳定的客源，你才有稳定的金钱来源啊，这样好不好 ？OK， 好。好，那我们谢谢陈先生的分享。对，因为确实也是要一直经历过好几年，不太可能刚投入资源下去就可以把一个地方发展起来了，也是要持续不断的投入。然后像刚刚陈先生有提到说，他在办活动的时候也不是想着，哎，就是今年，而是比较用更长远的愿景跟计划来想说，哎，我办这个活动，那5年后或10年后更长远之后，我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如果有资源的话，就用这样的思维去办活动，去活络自己的商圈，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陈先生今天热情的分享。好。那今天直播的部分我们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线上直播朋友拜拜。好，那我们是不是先大合照一下。